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希望日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正视历史，面向未来，树立客观正确的对华认知，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等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原则和方向体现到具体政策和实际行动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日关系行稳致远。